这个女孩啊，当她漂亮、当她性感、她美丽的时候，可能很容易让我们的理智线断掉。今天特别招待，好不好？来招待你们正妹。哦哟，来下一位，请问你要讲什么？被我碰过的男人都想要再被我碰一次。哇塞，就是会有，就是会有回头回头客。哦，来来来，欢迎回头，欢迎回头姐，回头姐。爱我爱没有了，拍出来是这样。欢迎欢迎，来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艾薇儿。艾薇儿，请问您的三围是？三是第一，二是三四。哎呀，真的是不错，太棒。您是星座是？真巨蟹座。那你巨蟹啊？你是芳疗师加内衣泳衣轻婚纱？对。什么是轻婚纱？妈的，轻婚纱是流行在欧美的婚纱，那它的材质是比较轻薄的，所以说它对身材的要求是，就是说很高。对。有曲线上的要求，因为它比较服帖嘛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比较服帖。这个是轻婚纱，轻婚这也太轻了吧 ？SM 婚纱，轻婚纱吧。对对，下一张。哦，这是婚纱，这个婚纱几乎没穿呢。你这个出来，我们去参加婚礼，你知道我们会怎样？公公婆婆会吓死，会婚纱会破掉，你知道吗？下一张，哇，哎，这个尺度不输写真集。对啊，你最厉害哦！你是做按摩，你还有方对按摩 SPA 的，你会帮男生按摩？对，男生女生都有服务。那男生按一按，他不是就是疯狂？就是放正面的时候，就会直接搭帐篷。哇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如果看到他，就拿大毛巾盖住啊。他如果盖，他一直跑掉了，一直。只要你在那边吹手在冲他，哇！啊，你是习惯了，所以不会尴尬。不会尴尬，而且你一定要装作没看见，他们就是想要你看见，想要你有反应的。那如果说这个人翻过来，如果没有搭帐篷，你会不会很失望？啊，没有，让你有，然后开始换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太多什么店啊？几乎都有反应，我是自己开，几乎都有，大概10个有11个有反应吧。哦，你是油压的，不是按你穿对油压穿的衣服就是正常按摩的。对对，我就是穿正常的衣服，所以就是这一套。不是，是那套。OK， 哇，为什么有客人投诉你内衣厂商广告不死啊？哦，因为我有帮厂商跟厂商的那个内衣还有泳装拍 demo， 那有客人拿着就是我拍的 demo 照片去跟厂商说，哎，为什么我穿起来的效果没有你们这个 model 拍的 demo 效果好？这是你有？对。哎，效果很好，有差哦。不是有差啊，是那他们是说穿那个衣服没有要穿出他这样。那你身先天条件好啊。对啊，你要先这样啊。对啊，你没有这样怎么会有这样呢？那你连英文数字一定不一样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什么罩杯？低罩杯。你看嘛，嗯，干嘛叫他看？我赞同，我赞同，起手就一个低。还有一张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！你觉得什么样的动作跟行为会让男生断线？绑马尾的那一瞬间。你绑尾吗？绑男生的马尾？绑自己的马尾。绑自己，绑自己。绑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觉得绑马尾会让我们罩不住？因为绑马尾的瞬间，你会撩出来，先把头发往后撩嘛，会有锁骨。哦。后。光说不练，我们先，我们被我们示范一下。有口诀吗？没有口诀。口诀。好有有线条线条，哇！啊，就这样，太棒了吗？不是，那你每一次绑马尾时间应该蛮久的。是啊，对，从开始绑晕很久，绑到绑头发才知道，他知道衣服很屌哎。怎么样？就是后面是镂空的、啊，嗯，有吗？哦，对啊，这边就这种一块那样，一块什么？一块布，一块布。你有？喜欢的那种型的男生吗？我喜欢看男生的屁股，看男生的翘臀，翘臀不是屁股，不是单纯屁股，是翘臀也翘，翘翘也翘，是哦，你喜欢又黑又翘，那就是他一定要健身啊，才会有翘臀，对他一定要运动。我有来，我身体里面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屁股，好。哦，你从下面摸，我摸吗？对啊，就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就要摸。我预备起，看看啊，结实有吗？硬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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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硬跟软都可以，硬跟软都可以。你是在买枕头还是什么？
看你喜欢哪一个。这是什么样节目？刚刚怎么会掐屁股大赛？那你觉得怎么样 ？OK 吧？觉得可以。你在啥？你在啥什么？你不要在你的日本同胞面前丢脸好吗？他们比我还那么很大。那你现在是单身吗？我有男朋友。有男朋友啊？那你会帮男朋友按摩？会啊。那他也会搭帐篷吗？有的就不会想。重点。就太害羞了，这可能直接进入正题了。我们今天有讨论这个正题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知道没有写啊。正题是什么？就是说他还是很享受，就对。对。OK， 那你会每天帮他按吗？每天如果有他在我身边的话，他就会扑上来，然后叫我帮他。不用讲这么细啦！你刚那个好像是一娃绑马尾了，你又掉汗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预约应该接不完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按摩？在台中。台中，台中哦，台中人。对。男朋友会吃醋？对啊，就是他尊重我的专业，一定会担心啦，但是尊重我的专业。担心。那以拍照来讲。拍照的话，就是三点不漏的话，他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哦，那算很明理。对啊，真的这样好。那今天有要表演油压吗？躺这里吗？好，谢谢，来请坐。谢谢。佑廷，你看到男生不是？你看到你为什么一直问他男生？你看到女生舔嘴唇，你会受不了？会啊，你看嘴唇，你就会看他，就是。会联想到很对，听到另外一个画面是，就很，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很性感啊。那个圆圆，可不可以舔个嘴唇给他看一下？你是吃到酸梅？我试舔看看。好，预备，试舔，来气。这家伙给我死盯着看呐！你要不要？不是，我会踩你的脸哦。不是，不然要怎么舔？来，我有舔一个给他看。哦，哎呦，这个最厉害，这是连续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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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续技。但我比较喜欢亲，我比较喜欢亲。问他们，喜欢圆圆那个？我喜欢圆圆，因为比较含蓄，比较含蓄一点。哦，那个太性感。那要再一次，太性感，要再一次吗？没关系，要不要更性感的？这个太高 level 了，这个等级太高。更想看，那舔那个嘴唇。ちょっとこう唇をこういう感じでこうセクシーな感じで、あ、彼に向けてや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。哇！哎，对，老师，哇塞！太正了 ，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要冷静一下。你是不是不想结束这一次的录影？好像小梦一样，好棒啊！真的是。